说的话，可以聊聊天。就炮哥的节目效果杠杠的啊，行 ，OK， 没毛病。今天的话，这个点卡的话，给你加10块钱，点初高吧，给你安排月卡。好的，好的，没毛病。是开多少？这个由你定，因为你的梦幻币800万的话是全开还是？全开。直接 all， 直接 all in， 直接 all in， 行，那我就直接给你 all in 了。对，就说哈。行。哟，这800万买的瓶子挺多啊。就噗噗干就完了。行，咱们这个号的话，什么号啊？等等我看看。我操，兄弟，修炼都没满呢，你不留点梦幻币点修炼吗，哥？不用点，不用点，就是一把赌。你看那个我那个后排都是自己打的。哦，就咱们玩梦幻的话，就是一把爱拼才会赢。对。我看一下咱们这个硬件，咱们这个硬件的话，说白了没有硬件，哥。就咱们这个硬件的话，兄弟一点评的话就是4个字，没有硬件，就挂机啊，就无脑挂，每天被喷啊。就咱们这个法术伤害的话，也不存在被喷啊。你打个符的话，这个法伤的话，这不也还行吗？主要是挂机老睡着。挂机老睡着啊。OK， 来了，高八600点梦幻西游点卡，请问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炮哥，干就完了。来。预测一下，有没毛病，有，又是刚刚那个感觉，3个紫色不重叠，对，又是刚刚那个感觉，最后一个高八，最后一个，那你猜高八，我猜最后一个不是高八，敢不敢赌一声，爸爸，赌，最后一声就是最后一个，如果说是高八，我叫你两声爸爸，不是的话，你叫我一声就行，敢赌否？别，炮哥有点大，有点大，有点大，怂了。我叫你三声，别怂，玩就玩个大，怂不怂？干就完了。那咱们这个附加条，意思就是咱们这个附加条件的话，咱们就不加了呗。不加。OK， 来，四，第二个你五，这个八六七八三分之一的几率六七八。八，那必须八。我先把你这个点卡界面给你安排好，好吧？好 ，OK 吧 ？OK， 来，前面一个是四，一个是五，来，急，炮哥，那个啥就不用了啊，就不用了。什么不用了？附加条件就不用了，附加条件也不用了。我能透视，我开透视的。哎，他妈的，妈是直播都不血亏啊！怎么还能开出个高八呢？我都玩得起吧？玩得起吗？我说兄弟，玩得起吧？玩得起，必须玩得起，必须的，炮哥。刚刚那个附加条件的话，咱们没加那个爸爸就没加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个咱们得说好，对不对？没加，兄弟们别带节奏啊！对不对？刚刚开瓶子之前的话，咱们这个附加条件都说好了，点卡的话充了，对，600点梦幻西游点卡，兄弟的话帮你转换成月卡，哎，兄弟们别带节奏，对吧？